Also, Nigga, sing 对。观众们都听得到吗？答，等你，母体你学校不学阿姨？嗯。好，接着继续上课。嗯，大臣不是兄弟，那那些别个得主官，大臣些别个不是都是巴巴的出来，现在咱大堂堂屋的那眼，么，这里是接着讲范书里面的一些哲学思想。那么，就像前面提到过，这里面并没有太多高深的哲学思想。那么，但这里要说一下啊，就是说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内容。他的地，陈思雄，啊的，他的陈思雄写的可多了，这 NT 接了，你那个熊啥写了吧？那么，先讲是范书，之后我们会进入到奥义书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还没有进入到奥义书的那样时代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在范书这个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必须要去想的，就是轮回的这个思想。那么，也就是在范书的这个时期，当时的人们就开始有了轮回的 samsara 这样一个思想。那么，samsara 也就是轮回，是很重要的佛教里面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范书时代，同样的一个词。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轮回的概念，并没有像佛教里面讲的那么的深刻。当时的轮回，它指的就是不断的轮转、不断的回流这样的意思。还记得在开始讲吠陀的时候，当时的人们相信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想到来世。他们只是会说未来能够投身到所谓的天，然后也就是祖先们他们居住的地方，未来居住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觉得到了投身到未来到这样一个祖先们住的地方会得到快乐，所以他们只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并没有说还会不断的轮回流转，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轮回的思想，或者说也没有这种在转身到其他的地方的思想，并没有。但是呢，随着这个观念
的产生，所以轮回它的概念就是说，它会不断不断的辗转的这样一个生死，而且永不停止。所以慢慢人们就相信了死后会有这样子的不断的一个生死的流转。所以这样的一个轮回就是辗转生死，或者说永不停止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这样的思想呢，是到了 后来奥义书的时代哦，才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一个信仰。但是在奥义书之前，比如说在范书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变成全部的人都相信的这样一个轮回这么完整的一个思想。但是在范书那个时候，是人们开始去这样子想。然后这个思想呢，可以说对于后来的印度教，还有对于整个印度的思想啊，都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可以说是印度的所有的宗教哲学派系都探讨和想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那么这么深广的这种轮回的思想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么学者的对于这一点的看法是有不同的。但是呢，就像刚刚谈到，就是离聚吠陀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人主要是对于神的崇拜啊、赞叹，他们不太去考虑死后是要到哪里，甚至对于活着的意义，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去考虑。所以在离聚吠陀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说轮回的这种思想，还没有。那么如果就算说有吧，但离聚吠陀那个时代这种轮回的思想大概只是一个种子而已。那么一直到奥义书的那个时代，这之后我们会再谈到奥义书。在那个时代呢，奥义书时代，那么这时候轮回的这个思想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可以说成熟了完全的发展完整。所以轮回的思想你也不能说
这些学者认为说，你也不能说是奥义书那个时代新产生的思想，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完整了。所以从这样子来推论呢，轮回的说法概念应该是从梵书这个时代开始的。所以啊，也不能说奥义书那个时候开始轮回的概念，因为奥义书时代轮回的思想已经变成全民的一个想法了，一个思想了，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轮回的思想。所以那时候不会是才开始有轮回思想的时候，所以可能要再往前一点，就是梵书，我们现在讲到梵书这个时代哦，应该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是轮回思想可以说开始的时代。所以总而言之呢，可以说是在梵书这个时代，这个轮回思想的基础是具备了，然后慢慢到了奥义书的时代才变得更加的成熟，它的整个架构才完整。那么这部分的细节可能之后再讲。那么接着要讲一下森林书。那么这时候当时还有一种废土文学哦，它的梵文就是阿瑞亚雅嘎，这样子就是叫做森林书。那么据说呢，这个森林书呢是这些年事已高的这些婆罗门或者说刹帝利人他们所写的，那么是他们隐居在森林时候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森林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很细致的祭祀，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具备不齐全，在森林里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在森林里的隐居的这些婆罗门或刹帝利人，他们最主要就是以沉思为主。所以慢慢的他们在森林里面呢也就不太做这些祭祀，他们以沉思哦，然后来代替了这种祭祀。所以这是一种说法，这是森林书它成书的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梵书哦，是关于在室内进行这种祭祀仪式的书，而森林书它的内容呢是有关如何在森林中进行祭祀仪式。换句话说，森林书哦，它可以说就是梵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梵书的一个续篇。那因为它在吠陀文学当中的比重并不大，而且它在哲学思想上也不是非常的突出，所以啊，这个森林书部分我们就不多讲。接下来要讲一下是奥义书。当年那个兄弟哥的穷族当不得了，年那个兄弟穷族看的是哪边面呢？那么首先讲一下奥义书的起源。
那么就像前面提到过，当时的人们，他们就将祭祀仪式全部的权力都交给了祭司这些婆罗门。所以可以说这些祭司呢掌握了大权，所以他们也变得非常的可以说独断，也就是这些祭司们在做解释说明的时候都是非常片面的，非常独断的这些一些解释。所以也因此就导致当时的这种婆罗门的宗教呢变得非常的可以说死气沉沉的，非常的迂腐，死气沉沉的这样一种情况。也不再像是以前吠陀时候很注重的是内心对于神的一种崇敬之情，但结果到这个时候，到奥义书时代的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些只开始注重的是形式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的一些王族还有一些武士，就是刹帝利这些里面比较这个贤明的一些人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对于这些婆罗门的这种很专制独断的，而且是这种可以说很本末倒置的，很繁琐的，然后的这种仪式呢，他们是非常不满的。他们也开始去怀疑这么多复杂的仪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所帮助，对于了解这个真理获得这种知识是不是真的有帮助，他们就开始怀疑了。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表面上还是去参加各种这些祭祀仪式，但是因为他们内心已经起疑了，所以其实他们内地里心中他们就开始不断的思考，也不断的去探索。探索什么呢？这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或者说宇宙它的这个精神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我到底是谁这个生命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又会是如何终结的。他们就开始去做很多的思考，这就产生了很多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哲学。也因此刹帝利族这些王族是这么的去探讨思维，所以结果也影响到那些非常傲慢的那些祭司的婆罗门，他们也开始反省说自己很肤浅，然后都只是太注重于形式，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要去重新思考。所以其中有一些这些祭司呢，他们就开始跟这些王族跟刹帝利这些王族武士呢一起去学习很多新的这些教派的思想跟理论。总而言之呢，那个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想各种哲学理论萌芽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可以说是印度最主要的整个很多新的思想发起的萌芽的这个时候。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哲学的思想它的产生其实起源于怀疑。譬如说怀疑说到底我是谁，你怀疑，你生起一个疑惑，到底我是谁？我们口头上会说我，那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去找寻，去思考。那么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疑惑，一个疑问。如果最开始你没有疑惑，你也不会想要去找寻。所以哲学很重要，它是建基在一个怀疑上。就是因为有这种疑惑，所以你会想要寻求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些婆罗门那些祭司呢变得太迂腐了，很死气沉沉，总是注重的就是各种祭祀的形式。所以开始呢就有这些王族，就是武士刹帝利族，他们就开始怀疑了，到底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慢慢慢慢随着他们的不断的思考，然后就开启了很多的印度的这种哲学思想。那么尤其现在很多的一些学者，他们发现说很多当时的这些负责祭祀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这些哲学的思想。所以有很多例证可以来证实说祭司们他们对于这种哲学思想是一无所知的。譬如说他们对奥义书中的知识完全不知道。真正能够掌握吠陀的这种教义那么有深刻理解的就是刹帝利，就是这些王族这些武士。所以当时可以说标志着这些思想萌芽最主要的一个著作就是奥义书。所以呢这个奥义书的思想发展可以说就是这些王族这些刹帝利开始的。那在其中一个发起人呢最受尊敬的，他的名称是叫做毗提诃王遮那揭这样的一个王。所以最主要在他的发起之下开启了整个奥义书的这样的思想。所以他当时这个王他就把很多很多这些有新的思想的人召集在一起到王宫里面，互相的辩论，互相的讨论，然后集思广益的不断的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可以说萌发了非常多的这些思想。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再一个下一个阶段就是叫做教派学派兴起。所以到了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我们各种我们现在说的什么数论派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教派就出现了。所以到了教派兴起的阶段最终完成这种可以说宗教改革而产生这个佛教和耆那教的最主要的领袖，也就都是刹帝利，他们的身份都是刹帝利长出身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虽然说祭司婆罗门他们掌握了祭祀的一些仪式的形式，但其实他们并不懂
真正的这些哲学思想，他们对奥义书是一无所知，但真正的当时的哲学的思潮都是由这些刹帝利开始的。那么再来，奥义书哦，它完成的年代呢是什么时候呢？是大概西元前一千年到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所以它不是在短期间的形成的，它是很长时间然后完成的一部书籍。而且呢，之后很多书都名为奥义书，最后呢变成有200多种的书都叫奥义书。但是这些之后才出现的奥义书呢，并没有涉及到这种各种比较精神上哲学上的内容，它比较都只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编写出来的。甚至呢，有的一些奥义书呢是在印度它被这个伊斯兰教侵略之后才完成的。所以这些书呢，这虽然也叫奥义书，但是并不是特别受重视。所以呢，这么多奥义书，你要辨别说他们的创作年代、他们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几乎是很困难的。那我们这一次课程主要讨论的奥义书的思想是依据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奥义书。那么一般来说有13部，有一种说法是17部，但最主要是公认的是最古老奥义书有13部哦。那么就这个奥义书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题材来看哦，奥义书它可以说是古代古印度思想的一个精华。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古代印度思想的精华，你要看奥义书。但是呢，它都是这个很零星的各种思想的汇集，它还没有建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并不是很有组织很有系统的内容。因为当时就是可能很多这些贤哲之士哦，他们的思想就把它被这个记录起来。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奥义书这个名称，它叫乌巴尼沙梵文。那么这个乌巴尼沙它其实有三个音合成，一个是乌巴，一个是尼，一个是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静坐，靠近的静哦，静坐或者是视坐，视者的视，视坐。那么许多欧洲的学者，他们主要采用的是乌巴尼沙的那个 shat， 他用这个，他们用这个 shat 就是坐来这个字源来解说。但是呢，印度学者不会怎么去解释。但是呢，
欧洲学者的说法可能还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按照语言学来看的话，这个说法比较合理。Oh yeah. But he said, like, some 譬如说、这种静坐和试坐主要是透过了刚刚有一个范围叫 body set， 它就是会坐或者是即坐的意思。换句话说，总的来就是说乌巴尼沙的意思就是面对面近距离的靠着坐在一起。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在讲说传授这个法的时候是不能让旁人知道的。那么因为这个内容呢是可以说秘密的一些交易内容，所以弟子必须要很靠近的坐在这个老师跟前。一般来说奥义书本身哦，它就是要秘密来传授的这样的一种内容，这是有证据这样说明的。比如说呢，这里面就记载说，如果师徒不住在一起的话，是不能传这个法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弟子啊，他不是这个老师的长子的话，也不能传给他。戒行不完整，也不能传。或者就算是已经是弟子，但是他不够极静也不能够传，就是他的心性不够这个极静调柔，也不能传给他。总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哦。所以也因此这个奥义书它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比如说叫 Rahasya， 它就是秘密。或者也可以叫古亚阿迪萨，这个意思就是它是秘密教义，或者叫巴拉曼古哈，它的意思就是最上秘密。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些形容这个奥义书的一些词，同时这些也可以说是奥义书的一个这个代称了。最主要就像刚刚说，是因为老师在传这个法的时候，他必须是非常秘密的来传授，他是不能够随便传的，除非是比较特殊的，刚刚上面提到的特殊的这些弟子才能够传这样的法给他。那么接下来要讲一下是奥义书的这个哲学，他的一些思想，那这部分就有点复杂。那么就像前面提到过，奥义书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哲学教义，也就是当时人们所发现的那些真理，或者那些真知，这些智慧就包含在奥义书当中。其中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来讲，两个大的哲学思想来说，这个奥义书，一个思想就是宇宙精神论。另外一个是叫做终局论，这两种。那么首先宇宙精神论，它
在讲的这个宇宙精神论在讲的这个思想啊，它可以说是贯穿了所有奥义书的一个思想，也是奥义书的精髓。奥义书里面就是这样形容，他说世间万物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里的神啊，指的就是梵。和这个梵的关系，世间万物和梵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流转轮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的神呢，已经不再是开始的时候人跟神的这种关那种神，而是所谓的梵。同时也不是所谓的梵天某个神的梵，这时候的梵它指的就是整个万法的，可以说的一种真实，所以它不是指某个神。所以会有一句话说一切都是梵，所以我们现在经验到的世界都是从梵开始，而且都是在梵中结束的。所以当时的人思想认为说万法都是梵，一切皆是梵，那么一切都由梵而生，所以梵可以说就是所谓的这个法性，就是宇宙精神的核心。所以他们认为说像现在能够经验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感官经验到的这整个世界，他们就去当时不断的思维这些是怎么样出现的。他们说这一切的世界都一定有一个这个原因，这个发生的原因就是叫做梵。所以在最开始所谓的梵，刚开始是概念是一个梵天一个神的形象，但你可以看到到这个时期这时候的梵已经是不再是一个神的概念了，而是一个万法的一个可以说宇宙的精神点这样的一个根本。所以说整个世界都是从梵开始，然后在梵中结束。所以就有点像现在科学家也会说这个大爆炸，会说世界形成是最开始有这么一个大爆炸而发生的。而印度的你可以看到他的思考，他的这样一个思想是很细微的，他们甚至是再去看的是这些万法还没有开始之前是什么，他们想的更深远。所以这个梵它甚至已经超越了物质界，它的本质是精神，是精神了。所以在他们来形容说这个梵的本质是精神，它的本质是精神，但外表是一个光。
그래 랑원의 랑원긴 랑원의 셰베이미나 무연이즈 장가마도 그 신경마도 삼다고 由饭产生出来的这一切的思想啊，它都是真相。 同时，这里面也形容到经书里面形容到说，饭的本性就是空。所以这个空呢，它是遍及一切的空。 它覆盖了整个世界，那它超越了这个言辞的。同时，他们会认为说，这个饭是我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我。他们觉得不断向外去找是找不到东西的，你必须是向内去找。 所以向内去找寻我的时候，最后他们发现，最终的就是饭。他们会说：“当你发现到我的本质，就会看到饭。”因为他们认为说，一切皆是饭。所以，当不断的去找寻这个我是什么的时候，会发现一个。 这个，一个根本，这个本质就是饭。他们会形容说，这个饭比米粒还小，比这种麦粒还细哦，非常的微细。但是呢，又会说，这个它比地还大，比天还广，甚至比整个世界还辽阔。 再这样讲下去，我大概都变成快变成外道了。总之，他们当时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那这里有一位日本的学者，应该是18、19世纪的一位日本的学者，他可以说是这个在日本啊。 最早开始对于印度文明还有尤其对于梵文啊开始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就是叫做高南顺次郎。那么。 他将这个奥义书里面的这个宇宙精神论的部分哦，他是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本体论，一个是现象论。那么什么叫本体论呢？他认为说，所以本体论他是在讨论呢，一切的本源是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人不断的在探讨，在去分析的是什么，这是这万法的本源，这就是本体论在说的。他们觉得向外是找不到答案，他们觉得宇宙万法应该是必须从自我。 就是阿特玛这个我自我中去分析去找寻。总之呢，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心。那这里他们的而是向内哦，就是所谓的向自我阿特玛去探求这个去询问这个我是谁，而不是去说哦那个柱子是什么，那个瓶子是什么。 那因为这样子你是分析不完的，太多东西了，所以外在的事物太多了，你这样去探寻是探寻不完，所以方法是向内去看，去找寻探求这个自我它是什么。
就是我是谁，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向内自我的一个探求，这就是整个古奥义书它全部的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奥义书中的思想其实很复杂，有一点像我们说佛教里面当然谈到这些哲学理论说是很复杂的，但是奥义书重点就是透过去刚刚谈到向内去探寻自我，了解这个自我的 Atma， 这个自我它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透过这个自我的了解，最终最终你就能够可以说参透这个一切万物的本源。所以说最重要的在了解万物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要了解自我，也就是 Atma。 那么这在佛教里面 会说这个批判这个外道的思想，这是叫做我见，就是这里的 Atma。所以我们佛教就会说，哦，反正这就是外道的自我 Atma 的见解，我见，然后就把书合起来，哦，他们家的事，就是外道的说法，不关我的事，然后也不真的 深刻去了解他们的所谓的 Atma， 他在说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也谈到奥义书里面说这个自我 Atma是你必须不断去找寻、去思维、去分析的。那么你必须要去不断不断的去探寻这个 Atma， 这个自我是什么，然后你最终会参透一切万物的本源。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这种啊、戴着这种有色的眼镜，觉得佛教的见解认为说它是外道，就去觉得啊这是外道，就把它不去深究它。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再来第二个是现象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经验到的这些外在的感官的现象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我们这个感官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现象论。为什么我们经验到苦，经验到乐，或者说有这么多不同的现象。所以现象论在谈的就是这个。那么在奥义书当中，现象论这个部分它又可以分为三种说法去讨论。一般来讲有很多内容讨论现象论，但这里最主要就是三个。第一个叫做观念论，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切显象，就按照奥义书他们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观念论。他们在讲现象的时候认为他们第一个是观念论，意思就是说这个梵哦，这里的梵不是梵天一个天神，而是指这个宇宙精神哦，这个万法实相的感觉。那这个梵，这个宇宙的精神，它可以说是一个是一个很是主观的，它是一个主观，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包含一切的大的心。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一切的万有都是唯心所造，所以梵是最主要的，是主观，所以这叫观念论。那其实这个和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样的说法是相应的。所以
万有都是唯心所造，而这个心是什么呢？它就是梵，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梵呢，就是骗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骗及万有的。这样解释起来，哦，它是蛮有深意的。那么就像刚刚谈到说，科学认为说是大爆炸产生了世界宇宙。然而在科学谈到像量子力学，最后会发现说，只是这些物质也不真的实存，最后它都只是一种能量，似乎都像是这里所谈到，最后都是所谓的一种心，一种能量，一种唯心唯明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梵的状态。总之，这是现象论当中的第一个，叫观念论。第二个呢，就是万有神论。那所谓的万有神论呢，它就是把这个梵它分为两个方面，它分为真相跟显相两个方面。真相呢是本体，而显相呢它就只是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本体和现象，也就是真相跟显相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是水和波，就像波浪出自于这个海水，它们虽然不是同一个东西，却又无法分离。所以在经典中说，一切实是梵。换句话说，就在说的是一切都是由这个梵所生。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跟四书跟佛教里面像如来藏的思想，还有跟他空见的一些思想，我觉得是有些相似的。那这个就不说，不细说。再来第三个呢，是叫做实在论。这个论点是说，万有它都是梵，从梵所出生，而且万法都是被这个梵所支配着。但是呢，万法它又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可以说自己独立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这在说什么呢？这是最开始是由梵造作了这一切万有，但是接着这个梵和这个万有就有了一个分别。所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就比较像是接近了二元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了。所以这个实在论在说的就是像是二元论的一个思想开始，就认为这个梵还有由梵所生的这些万法有这样的二元的情况出现。另外在一个有一个奥义书，它叫做白罗氏奥义书。奥义书也有很多，就像刚刚说有非常非常多，其中有一部叫做白罗氏奥义书，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梵
具有固有的一个无名力。换句话说呢，这个饭本身它有名和无名两个两面。那么所以就像那句里面是说饭固有的无名力，所以换句话说饭它不只是有名，它还有无名，而且在无名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我们的现在的千变万化的现象的世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在如来藏思想里面，尤其他空见的思想说形容说叫做暂时的课程哦，就是说忽然念起的由念而生起的这个无名，是 有一句话说是真如随缘的一个根源。那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就实在论，那最主要它是为了去解释或者说解决哦这个一元论的这个难处而说出的一个观点。这是因为在一元论的这种思想上，它会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地方，所以这种实在论，也就是倾向于二元论，这个泛跟万有两者是二元的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这种一元思想的一个无法解决的地方而提出的观点。所以总之今天谈到奥义书里面，讲到二义书哲学里面有宇宙精神论、哦、那么谈过了之后再谈这个叫终局论，那么后天再说。所以总结来说，在看到在那么早的时代哦，那么古代以前，当时的古人们，他们的智慧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其实思想已经非常非常的，他们的哲学已经非常的进步了。他们是这么高深的这种哲学思想，所以后来你看佛学的很多的思想跟当时这些思想是很像的。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印度的这些思想已经如此的可以说高深，所以佛教也符合那样的一些高深的思想而做了这些解释。换句话说，也因为当时印度的这些思想是这么样的先进哦，这么样的高深，所以我觉得佛教才因此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些助缘，有这么多有思想的人，所以佛学佛法可以在印度弘扬开来。你看佛陀他诞生在印度，然后他将自身这种体悟或者他的这样的智慧告诉当时的人们，所谓当时的人们其实他们都已经具有很高深的哲学的思想，也因此这个佛陀在为这样子有这样高深思想的人们在解释这个佛法，或者说解释他的这种了悟他的智慧的时候，那么他才有可能所以他会说出佛教这么深深的内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这么深深的这些哲学思想的话，
佛陀也不会说出那么深深佛法的义理。如果当时印度的人，佛陀那个时代的印度的人还都只是一些未开化的一些人的话，那么佛陀也就不需要特别说哦，没有所谓的。如果佛陀这时候跟他们说哦，没有哦，就说那些人如果是很相信是有造物主的，有还停留在那种有神有造物主的神的话，那如果佛陀告诉他们说没有所谓的造物主的话，那搞不好佛陀都会有性命问题，因为他们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反而是因为你可以看佛陀的时代，当时的印度的这些思想已经非常的深刻了，深奥了，高深了，所以反而佛教能够弘扬开来。我觉得佛教能够弘扬，总结来说就是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到这些哲学的，印度哲学的，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已经非常的进步了。再一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就是佛陀当时刚开始在印度的时候没有所谓的佛教，而当时是就像刚刚说，就我后期有佛教的时候我们说还知道会有信仰，但是在佛陀那个时代还根本没有，是零，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他是从零开始去传法，去弘扬佛教的，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就是这么的殊胜，超越当时所有的人，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他可以说被当时的这些印度的这么有思想的这些贤哲被认为是圣人。光是这一点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说佛陀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当时的印度人不是普通的印度人，不是普通人，是具有如此的这些各种深奥的哲学理论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佛陀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可以说特别的受到大家的赞叹，而且当时的种族又是那么的多，而且不同的人的这种身份高低、贫富贵贱，然后有学问没学问的人，几乎是全印度的这些人都尊敬佛陀。从这一点就代表说佛陀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很殊胜的。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佛陀说出的东西它是真的符合了真理，所以才可能在当时印度不只是受到这一些有智慧的哲人的这种相信，也庶民也都非常的相信他。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刚刚也有稍微提到过，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就说那个思想是外道的，然后就觉得它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你可以看刚刚我们介绍的，无论是数论派的或者是奥义书的早期奥义书的这些刹帝利族也好，或者说这些仙人也好，他们可是很厉害的，搞不好他们也是某个菩萨的化身。他们的那些见解也是非常的深奥的。当然佛教是之后出现的，而之前是像数论派的见解，
那些创立开启数论派的，或者我们现在被批判他们是外道的思想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是普通人的。我觉得我们一下子就把他们说成、外道就不怎么样，觉得没价值，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你障碍了自己学习的机会。其实你更应该要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如果你越了解，其实你是越了解佛教的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思想，它的殊胜在哪里。而且你会知道看到整个佛教的脉络，它是有着这种、甚深的印度文明的这样子的，可以说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不是现在某个人现代人啊，他看参考很多资料就自己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完全不是。佛教它是有这么深的一个底蕴在的，印度的文明的底蕴在。所以你要真，换句话说，要真的了解佛教，你真的不能不去了解这些所谓外道的他们的见解。那么总之呢，不多说，明天是休息，后天再继续上课。那么总之吠陀时期讲完之后，那就会进入到佛教是如何的，佛教的兴起的那个时期。那么我还是有一些担心哦，就是花了大概这么长时间都是在讲吠陀，讲这些印度文明、可能有的人会说，哇，他这次课程大概讲的都是外道吧，大概不会讲佛教，也不会讲密教。所以我心中也是想说赶快多进入到佛教和密教的内容，因为毕竟这次主题是密教源流嘛。但其实本来我是也不急，反正有时间讲就讲，要说两个月一个月也行，说两个月也可以，反正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虽然这样讲不急，但是毕竟主题这次定的是密教源流。那当然在要了解密教源流，你就先还要先讲到佛教如何兴起，还有讲到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佛等等啊。所以好，总之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做课诵回向。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愿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速脱轮回害，祈愿开眼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称妙法无垢真宝器，有集一切祥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祥瑞严氏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噶玛巴，
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乌金浊都清冽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乌金浊都清冽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乌金浊都清冽其长寿。